李正宇来尝试一颗，这颗三分球最后弹了进去。也是很有信心的，勇于去做出手啊。这边钢铁队长用三分球还以颜色。分到另外一边，李正儒这边要挑战篮筐，打掉了辛特利。杰米把速度带起来，收球的时候球没有拿好。那正儒这个三分出手，这个四分打。够有戏剧性啊！这这一球转了三圈之后，还是进到篮筐里面。这是自己养的篮筐啊，绝对没有错。右位要往外交，李正儒切入到篮筐底下，这一次拿到两分。多16-4，他的副帮我是措手不及啊！摩接球后直接出手，再来一个三分，第四节目前是19-4的攻势。